还是有的。感谢父前人慈悲，
声赶紧，咱继续听吼。来、哦，而且呢，伊下面在讲嘛吼。如果咱亲像咱的自信当中，那讲吼，亲像讲，哎，我来啥嘛，未体悟呢？我若未得到当今体悟这个物件呢，伊就讲，甲咱比如，讲亲像迄魂吼，去哦，迄个日啊，去哦，迄魂炸嘞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光啊。太阳本来有无？有啊，啊，毋过有阵时会乌阴天无？有啊，有啥物？因为用乌云遮，吼、哦，就比如讲，就像咱听这些音，为啥物咱有阵时还袂开字幕音呢？就是咱去用遮无明遮的啊。所以咱爱人讲不着风吹日光不闲，就是讲咱咧透过着神秘色，甲咱慈悲，吼、哦，啊，互咱去听哦。来这样的呢，吼、哦，物件去扫除啦。因为咱呢，拢去这样外口的街景的，人讲风景街景，吼、哦，一点点啊。但曾经甲咱讲讲，凡所上皆是虚妄啊。如果呢，咱无够智慧，拢甲认为外口遮都是真实啦。啊，就是因为伊当作真实，咱才会起心动念啊。如果老智慧，咱来照见，先别讲讲，照见五蕴皆空，然后后面讲啦，度一切苦厄。我相信咱大家心经拢会晓讲嘛吼，拢会晓背吼，咱即个吼读经会吼，咱目前做主笔哦。咱各位先生，只要咱背一科吼，都有200块游券哦，会当参加吼，咱迄种迄个神人山20周年庆吼。咱福建人很慈悲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咱来来报考的人会当吼，因咱去甲咱遐哩还袂结束的，当中咱每个月当的吼，啊，都可以啦吼，因咱全部的车咱这边可以请吼、哦，所以讲呢，咱咧拍这基地呢吼，无大小啦吼、哦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咱会吼，哎、哦，咱会讲讲咱的，咱是啊，咱无智慧，吼，咱福建人智慧较好，因为呢，我好参与过，每年加多时间啊。买就为众生，我就是佛嘛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呢，迷惘之人，咱无法度呢，呐，反观家己啦，吼、哦，就咱家己的自心呢，吼、哦，第二啊，就是讲呢，咱咧学法，咱咧学佛，重点是话，是爱了解本心啦。所以呢，你看咱的迄个六祖坛经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微气数咧，甲伊问重点，叫做法要。咱迄个《六祖坛经》第一句，读出来讲：菩提自性本来清净，但用初心离了邪分。迄个是重点啊！菩提就是觉，你按觉着你家己有一个自性，是你不性，你的心中的吼。菩提自性本来清净哦，迄个物件是清净净净的哦。啊，为什么我即马袂清净？啊，就是遐无念啊。你去甲伊攀岩啊，所以来讲哦，菩提自性本来清净，但用初心，就是你要用迄个清净心哦，去处理着应着世间的一切哦。如果咱即摆用什么心，咱也是就是用无心嘛，用攀岩心嘛，吼、哦。所以你后边要老发到通处，用什么得了心分？因为你去回归到你的自性体，你本来就是佛啦。所以你若阁回归到你本体，那是佛。啊，但是咱毋是啊，咱伫这应用的当中，伫世间咱就历练。所以呢，咱不要清净。所以你看伊迄个微气数开头的问题做吼，我是要问你的发言，就是讲我要问你修行的重点，迄个是重点哦。啊，各位前贤，咱今仔在哪修炼，在哪幸福，在哪有根基做得佛的，在哪深高。只要我们都闻着大圣佛法，那不是咧学这技巧呢？那是学到咱家己心性的法门呢，大乘法义呢。所以讲，菩提自性本来清净，但用初心得了成佛。吼、哦，所以这部经确确实实会当予咱呐，明心见性，后边见性成佛啦。回归到咱的清净的本体，那是佛嘛？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何况呢？刚刚分享到这啦，这嘛是哦，看的第一次哈，啊来分享啦哈，啊当然哈，
人分享哦。所以今仔日呢，大家都有机会哦，来遮吼分享吼，啊，互汉人甲咱分享到遮，啊，祝咱各位先贤呢身体健康，啊，咱来道路当丰盛，感谢慈悲，感恩。